财运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，我们都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财运，发大财，或者自己这一生当中的财运有多大，能不能位居富豪榜。我们不一定追求更多的钱，但生活中是离不开钱的，衣食住行哪块离了钱能行？还是那句话，有钱不是万能的，而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在富翁家庭之中，天生的富命，不用为生存发愁，而有的人虽然出生贪困，但通过后天的努力也进入了富人阶层，还有很多的人虽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贪困，天天还在为生存而奔波。命理解析，坤造丁卯庚戌壬寅即有大运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。现在癸丑大运中，壬水生戌月失令，虽月干时之金帮身，然年日之木泄气，天干火土又克耗日元，综合分析，局中克多生少，身弱吸金水，忌木火土，金印主学业文凭，未用神，说明你爱学习，成绩也不错。早年大运一路水，用神临旺，加上月干庚金偏印紧贴日元，起好作用，故能取得大学文凭。2010年到2012年。正值你大学毕业之际，这几年为木旺忌神流年，食伤临旺地，对你不利，故毕业后工作难如意，收入也不高。你八字中年干丁火正财父亲，月干庚金偏阴主母亲，火金相战，起坏作用，暗示是父母关系不好，经常吵架。2010年到2012年流年，木旺金临子爵之地，火临长生之地，火旺金弱，金被克严重，暗示流年对母亲不利，实际上是母亲跟父亲离婚了。土官杀代表你的丈夫和工作，危忌神，加上婚姻宫又做眼目食神，暗示难得丈夫之力，自己事业上难如意。实际上近年来丈夫工作单位效益差，以致倒闭，你自己又失业在家。最近几年火土旺流年，财官临旺地，身弱不胜财官，起坏作用，财主钱财，官主丈夫，所以你的收入不好，与老公矛盾多，月干庚金被用神，然而被丁火克，用神减力，生身有限，所以你天生体质较差，常有气虚的现象。你现在癸水运，再过两年就进入丑运，丑土为忌神，暗示运气依然未见好转。不过从明年起，流年一路金水激励，暗示你的财运心情开始变好。丑土正官与局中庚金偏阴成官印相生，对你有利，届时无论是进修还是工作，都将有不错的机会。总而言之，以五行生旺修求死而定，以彼用彼，有财可取，一生的生，有财可取，日主生旺，一走持神，财运可发财，五行中平走财运可得财，但不得发横财，身旺走财旺之年可发横财，日主若遇财生灾。作者微信 WX2015123。